没干嘛呀？还没干嘛？藏什么了？我都看见了。没藏什么呀？真没藏什么。还说没藏，这什么？情书，马思远写的。别听他们乱讲，这真的就是很普通的信，很普通的。普通？那就不建议我打开了吧。不行，我不同意。现在点头了，同意了吧？那我开始念了。Carrie 终于鼓起勇气想对你告白了，我喜欢你，很意外吧？ Carrie 我喜欢你。我找不到很好的原因去阻挡这一切的亲密，这感觉太奇异，我抱歉不能说明。我相信这爱情的定义，奇迹会发生也不一定，风温柔的清晰，也许飘来好消息，一切新鲜有点冒险，请告诉我怎么走到终点。没有人了解，没有人像我和陌生人的爱恋。我想我会开始想念你，可是我刚刚才遇见了你。我怀疑这奇遇是个错觉以后，我想我已慢慢喜欢什么毒啊？什么话这么神秘？你就这么在意？我有在意吗？明明表现得比谁都在意。我在意，我在意又怎么了？可是我就这样喜欢上你了。你讨厌我吧？那是喜欢就是喜欢，不喜欢就是不喜欢，为什么要这么复杂？我喜欢你。我想我会开始想念你，可是我刚刚才遇见了。